刚果调换了王美丽的彩票，让他以为中奖了。不是，你干啥？你还真能中了？啊？中了？哦，是吗？我真中了，真的！我还中了！啊，真的！我给你哥打电话。哎，不是，你给他打电话干嘛？不是，那喂，我中了。啊，中彩票了！这1000多万呢！先不跟你多说了，就是你现在就辞职，不是，回来我养你。不是，真的假的？你确定？不是，养你们。好，行了，你辞职，你快回来。来吧，怎么样了？尽管请。你借我50，我打车去领奖去。不是那个，你那儿有头套，你先给我报了吧。不是，你奖才能报呀。那你不用去了。妈，还没开奖呢。我这，范妞儿，不是，这不是你说，不是。完了，怎么了？你哥。完了，这不是你离职了吗？啊，我这不在办呢，你等会儿，哎，麻烦你快点。不是，这我刚刚跟你开玩笑的。啊？那个你这人咋还就开不起玩笑，还当真了呢？一点幽默细胞都没有啊！我错，我都交了，我这不是我台上，这什么意思？我哥在家里的家庭地位。快行，快行。不是，你就让他给你换一个。啊，要不你给我们弄点水果吧，我们不用换了，里边走。啊，请进。不是，这家里也没水果呀。家里没水果，你不会去买啊？你哎，我都买了。不是，你别管，不让你买个水果，你怎么这么磨叽？你赶紧去就行了，你怎么回事？等我会儿哈，等我会儿。你这家庭地位可以啊！哎呦，我这一直都这样，我这家收着呢。好，那水果。哎呀，你这苹果带皮啊，你葡萄也带皮，怎么吃啊？你赶紧吃别去，快点！不是，快点，妈，你说不清你。不是你这个，哎，不是，你这房子都装的太矮了，我朋友腰都快折了，你给他上办法。我想什么想我？哎呀，拜托，你屋用你那个吧。你们就用这个吧，我前两天刚买的乐哥升降桌。这说这桌子老好了，可以随意调节高度。最适合你们这种爱打游戏的中年人。哎，你说这靠背特别舒服啊！你坐去，怎么样？哇，确实啊，是吧？你去把我们那个电脑给我拿过来，我们在这儿玩。怎么说了？啊，怎么了？你给我出来！我就管不了他了。哎呦，你说我让你去办个电脑，哎，你说你怎么就这么多废话呀？我就很给你面子啊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你看，你不是马上就走了，你就去帮我办。外面是咋的呀？哎，没事的事。哎，没事。上班好了吗？真是。哎呦，他这个健身椅，怎么给我练腿了？哦，十块钱，要10块钱呢。好嘞，那个一会儿我朋友过来，你就夸他长得漂亮，然后把这个给他，2倍的。嗯，你就直接给他就行。好嘞。哎，腿很长，买两根。车都到了，我走吧。哎，美女，哎，就你了，买两根。你有钱，来。请我，看你个漂亮的姐，请你。你有钱，来姐，请你，这漂亮。小时候我妈就老问我，长得好看能当饭吃吗？这不当饭吃，这是你靠脸吃饭啊？到了，上厕所一下。师傅，你看我长得怎么样？啊？你看我这个面上，你就可以给我们便宜点呗。不便宜，大户人呢。行了，回去吃饭吧。这不都傻了都？不能吧？不给我便宜啊！就长个痘，你要没这痘的话哈，就我这张脸，这个饭也高就能省200。我天，你行了吧你？那给你用这个，走。这啥呀？这是伏尔加清透膜呀。你先回去吧啊，我去上厕所。好吧。走。
真不付钱，等会儿不能把我们抓起来了。对呀、啊，咱这颜值自信。能行吗？我还真行啊！我怎么骗你们似的？刚才有瓶可乐没开，退您3块。是。哦，我们不是没付钱。对呀、啊，这怎么还多少钱呢？中途这位小姐付过了已经。啊，付过了。王美丽，你。一句话试探哥跟闺蜜发展到哪一步了？看什么戏啊你啊？就是昨天我跟王美丽去美容院点痣嘛，被人坑了，都花好几百块钱呢。你还能被人坑了？你那么精你？哎哥，嗯，你就说王美丽身上有几颗痣啊？他们，1、2、3，好像。你问我干什么？我哪知道？我就是昨天晚上一天晚上没在家住，你俩干啥了？啥也没干啊，你在家。哎呦！你这他亲的？不是我这，你这刮胡刀扯的，你快一边玩去，吓我一跳啊！哦，行行行，哎，你发现没有，我哥最近是越来越讲究了，真大胡子拉碴的，还不疼你破剃须刀刮不干净？哎，你说他这胡子得多扎人呢？挺扎人的，咋了？你还不让人说呀？就你那个破剃须刀，你早该扔了。我一换就是德国大牌的，以后你用这个波浪小猎豹。我哥这人就是毛病多啊！哎，我跟你说，他小时候我睡觉还磨牙呢。他现在是不是还磨牙吗？就跟装修队一样。当我把哥给王美丽的礼物偷换了，一把年纪了，穿什么裙子呀？穿这个。你哥给你爸买的？是送给你的。你这人怎么这么不领情呢？你。给我的，你看我像你爹不？给我滚你！女人过了20岁就不能穿的再像个孩子了。狗味也是不太重啊！你不懂，他就喜欢这样的成熟女性，你知道吧？不行，太丑了。哎呀，你先出去，我捯饬捯饬。你把那裙子送给他，给他了没？给他了。这，这是你这身。我混搭红现在流行了，你随便搭配了一下，哦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，挺好笑的，我感觉什么东西？哎呦，怎么了？哎，人是为了给你回礼特意打扮的，你懂什么你？喜欢是喜欢，我就回家跟我爸撞衫儿。跟你爸，不是，你爸挺前卫呀、啊。也喜欢穿裙子、啊、也喜欢裙子。你不是送我的是我怎么可能送你这事儿？我是不是不是人家是你听我说，人家穿着拍这个都有流量，都快都火了。不是再说你看你穿着多少人、哥哥与闺蜜的偷摸一场。你俩干嘛去？我们俩就去散个步。你俩当我傻呀？哎，我们俩就是有点撑不上的，想出去散步。那么这个你有什么不合理的？那我跟你俩一起去。天是挺晚了哈。哎呦，是。这改天吧哈。算了。哎，小声点，别让他听。哎呀，我下个。不用着急。干嘛呢？啊？不是，你哪都这么大人了，怎么还能干出这种事来呢？这还好没出啥事儿。没出啥大事儿。你早说呀、啊！你今天要去啥酒吧呀？咱们自己在家调不就行了？自己调？哎，你能调准跟你笑，跟我在这喝的一个味儿，是吧？是不是？这以后在家喝就行了，其实。对吧？我再整点下酒菜，哎，是不是？下酒菜呢？出去干啥呀？就是在家多好、啊。我整点啊，我整点。哎，你俩想不想吃？你问弄菜吗？